谢谢，希望大家可以顺利拿奖。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当然了，就是我们全球华人呢、最瞩目的一个媒体电视台，我们凤凰卫视的总裁，我们的刘总裁，还有我们中英集团，来这边请，欢迎，好，来请。总裁，我们在台湾的这个荧幕前面比较不容易哈，有机会看到总裁，所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凤凰卫视呢，现场转播咱们整个的44届金马奖的这个颁奖典礼。是，我们将向中国内地、向香港和其他的凤凰卫视所覆盖范围里的华人观众啊，来转播这一个盛会。好、uh-huh. ，我们相信呢，这可以非常好的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对电影文化的发展，电影文化的辉煌，能做出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努力，不错。这样子可以让我们全球更多的华人感受到我们今天晚上金马的这种星光感觉啊！谢谢总裁，谢谢总裁，再次谢谢 Angela，Thank you Angela，Thank you， 来，谢谢两位。